我们这节课上课的重点是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与修法。那除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，我们之后还会介绍两个重要的主题，也就是详示大圣三心，第二个是大圣三系的一个修法。那这里的说明都是在说明大乘佛法、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。大乘佛法的说明也起源于佛陀的本生谈。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，就是修行菩萨行的一个代表。从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当中修的种种菩萨行，我们学习佛陀，跟佛学习，这个也叫做学佛。我们学佛，要为佛教而学，要为众生而学，为佛法而学，为佛教而学，为众生而学，为法、为教、为众生而学。所以，菩萨行是伟大的。菩萨行的伟大，伟大在哪里？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菩萨的修行，发广大心，修广大行，得广大的智慧，所有都是大。有一句话说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，啊，以后可能要更改一点，以后可能要更改。你给我大心一点，啊，大心一点，发广大心，修广大行，证广大果。在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，三心是一个重要思想。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的性空智慧，这是一个重点，一个重要的一个修法。依三心修六度四摄万恨，依三心修十善。依三心修，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二道五菩提，依三心修二圣法的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，皆成为大圣法。大圣法是殊胜的，大圣法是最殊胜的，大圣法是最极殊胜的，因为自利利他的圆满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根性入于大乘，这里有提到了三种偏重的修行者：凡夫有贪行人，有嗔行人，有痴行人，这三类不同的根性。贪行人，他从慈悲门入于大乘。乐于为善，这是贪行者的偏重。如果以嗔行人，嗔行人呢，他是从学佛三要的智慧门入于大乘，从智慧门入的呢，他是乐于学理、教理的探讨。第三种入于大乘的根性是痴行人。痴行人，他比较偏重于从信愿入于大乘，因为他的根性是信愿增上，所以他重于重养三宝的功德，从此这个信愿门入于大乘，所以入于大乘的根性
有偏重于慈悲门而入，有偏重于智慧门而入，有偏重于信愿门而入于大乘。那修学大乘法，入于大乘法，它也有两类，一个叫做直入修大乘，第二个是回入。直入呢，就是直修大乘，直修难行道；回入呢，比如说二圣人回小向大，他先修二圣，再修大乘。那直入的呢，直接就挑战什么呢？大乘法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要直入还是要回入？直接挑战大乘法，难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修能修，难思能思，挑战菩萨的难行道，还是方便道、易行道？你们会选哪一个？看起来都还在考虑，在考虑的应该都不是难行道的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修大乘法有二入，直入大乘，还有回入大乘。回入大乘，这是全门，就是全巧方便，一样可以修大乘。回入大乘的全巧方便呢，第一个依声闻行回入大乘，也就是说，你先修二圣，先修小圣，由小向大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根性是厌苦根性的，它偏于智慧真相的。这边注意哦，这边也是三类的行，三类根性，偏智慧，信愿慈悲智慧，那声闻行回入大乘，它比较属于厌苦的根性。因为根性它有厌苦根性，这个欲乐根性，还有慈悲根性。那依声闻行回入大乘的，它是厌苦根性，偏智慧真相。那这个是重于自力，依自力去向于解脱。声闻呢，依自力断烦恼正解脱，这个偏向于声闻根性。第二类回入大乘的呢，是依天圣行，修天圣行回入大乘的，那这个是欲乐根性，那偏于信愿真相的。对于信愿真相的修行者，他着重于他力，譬如他先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之后呢，然后呢再回度娑婆，这个是偏于信愿真相的。好，这是回入于大乘。第二类呢，修大乘法直接修大乘的是十门，直入修大乘法。直入修大乘法的是依人圣直入大乘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菩萨行，依人直接修菩萨行，不是依人修二圣行再转菩萨行啊。这个回入呢，就是要换车了哈。直入呢，就直接修大乘法，但是这个都有风险了哈。如果你的根性不够，直接挑战难行道，有没有可能失败？有，失败以后就叫做什么菩萨，败坏菩萨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性。那这个直入大乘的是依人圣直入大乘，这是慈悲根性，偏慈悲真相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缘起大悲心，去入于大乘。我们在修大乘法呢，基本上要有三个心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去检验一下、检查一下你这三个心的成分够不够。这三个心是什么呢？菩提心，
上求无上佛道，下化无量的众生，这个心强不强？第一个是菩提心，第二个是大悲心。大悲心的成分强不强？比如说，检查了一下，想的是大悲心，但是呢，实践出来是中悲、小悲，啊，中悲心、小悲心，啊，因为我们常常说在空中，行在有中，说在菩萨行所修的是什么呢？声闻行。好，所以修大乘法也有两个去入的方式，这两个去入的方式呢，入大乘的方式，回入，先修小乘，再回入大乘道，这个就是回小向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由人直入大乘道，难行能行，难修能修，啊，难思能思，难忍能忍。这个菩萨道呢，体现在哪里？体现在这个难字。这个难字，他把这个难字呢，吃苦相，吃补。所以吃苦呢，对他来讲像什么呢？吃补一样。所以这种种的难，是不是一个补？对大圣来讲，补不补？非常补，越难的东西越补，啊！但是如果你的根性不够，虚不受补，好，补下去就怎么样呢？好，有可能越补怎么样？越大洞哦。所以你要看自己的一个根性。刚才提到说，修学菩萨行大乘法的一个核心是三心。依这个三心呢，要去修这个六度。菩萨修行六度呢，是出发于三心，归结于三心，又进修于三心。这为什么会有一个出发、归结、进修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修学佛法的时候，要修学大乘法、菩萨法的时候，这三心要具备，要检查有没有带这三样东西。好，这三样东西是初学者必要的。那我们要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呢，也必须有这三心的内容。我们当要如恶圣去入于涅槃的时候，为什么恶圣去入涅槃，大圣的修行者不去入涅槃呢？它的关键在哪里？它的关键就是三心。因为他有菩提心，他不会证入涅槃。我不是要证入涅槃，我是要证入佛果无上菩提。他因为有大悲心，所以他也不会证入涅槃。因为有苦难的众生需要菩萨去救度，因为他有第三个无所得的性空智慧，有所得呢就得涅槃了。他能够无所得而修。度化众生的幻化佛事，所以呢，出发于三心，能证涅槃不证涅槃，归结于三心，又怎么样呢？又进修于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菩萨他体悟到诸法实相之外，他还要眼土熟身。什么是眼土熟身？庄严佛土。要去利益众生，这一件事情还没圆满。好，所以呢，出发于三心，归结于三心，进修于三心，依这个三心去修六度。你在修六度的时候，修每一度的时候，都有这个三心。譬如刚才提到的，你布施一颗苹果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什么呢？要想到三心。好，布施苹果的时候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吗？哦，不是，应该要怎么样？要大心一点，发广大心，修广大行，证广大果。好，所以
一三心修六度，你在修六度的时候都要检查有没有具备三心。然后呢，在一三心修六度，在一六度圆满生三心，也就是你这个六度福德道、智慧道是为了圆满这个三心，因为三心的具足就是佛道的具足。三心的圆满由谁来圆满？由六度来圆满。那所修的内容，扩大的说，也可以说六度跟四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另外一组。那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，有三心，一切的善法都成为大圣法。人天法有三心，成为大圣法。二圣法有三心，也成为大圣法。这个三心，我们在这边略为介绍。下一个主题呢，我们会详视这个三心。这个三心呢，如果以《大般若经》里面提到的内容，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这是菩提心；大悲为上首，这是大悲心；无所得为方便呢，这是般若的性空慧。这三个呢，也可以说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学佛三要。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是信愿，啊，菩提愿；大悲为上首是慈悲；无所得为方便是智慧。那这三个呢，就是我们修学菩萨行的三个重点。信愿，这是一个菩萨行的志向，就是伟大的目标。这个伟大的目标呢，就是三要当中的信愿。这个是自真上的意志，自真上自己要发广大心。请问发心是要自己发还是别人发？有没有那个别人发，然后你修行的，我帮你发菩提心啊，因为我发不起来哦，摩托车发不动哦，那别人来发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是不 OK 的。这个是自真上，自发菩提心，广大的菩提心，发广大的菩提愿，我愿成佛，我愿度众生。这是第一个菩萨行的志向。第二个呢，慈悲，大悲为上首，这是菩萨行的方便。要有这个大悲的方便呢，我们才能够在长时间在世间去广利众生。那这个是四真上，第一个是自己的真上，第二个是世间的真上，因为菩萨行利益到世间的众生。第三个三心呢，是无所得为方便的智慧，这是菩萨行的善巧。这个善巧是什么呢？无所得。如果有所得，我们想要得到福报，我们想要得到智慧，我们想要得到涅槃，你就会像二圣一样证入什么呢？涅槃。所以这一个无所得为方便的般若空慧，它是菩萨行的善巧，这是法身上的理智。自身上、法真上、事真上，这三个呢，也可以说自真上的意志，这个叫做意志力。有一些人的意志力很强，有一些人的意志力很弱。譬如说，有一些人听到佛法，他就觉得很好。世间最殊胜的佛法就是，世间最殊胜的法就是佛法。佛法，这个他就发菩提心了。发菩提心呢，他说我要努力好好学习佛法，我要出家学习佛法。三天之后呢，就怎么样？三分钟之热度，三天之后呢就退心了。这个意志力强不强？这意志力不强哦，自真上的意志力是要强的哦。因为菩萨修菩萨行会碰到很多的困难，所以会有难行、能行，
当你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灰心？还是你把它吃苦像什么呢？吃补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自真上它是一个意志力，还有世真上的一个情感。注意了，这个情感呢，世间人是情爱，这个情爱呢，要把它转化成为慈悲，而且这个慈悲它是一个大悲。我们说慈悲它可以分成三类，它有众生缘慈、法缘慈跟无缘慈。一个是众生缘众生而慈悲，一个是二圣圣者的慈悲，第三个是众这个大圣的慈悲，是即空而起的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悲空相应的慈悲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真上的情感，还有法真上的理智。这个法真上的理智呢，是无所得为方便的智慧，这是菩萨行的善巧。无所得，这个智慧不是凡夫的智慧，不是二圣的智慧，它是无所得。有所得，刚才提到说就去入于涅槃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菩萨行修行的历程。菩萨行修行的历程呢，它这边可以分为二道，二道跟五菩提，那分成五大项，从凡夫发菩提愿，一直到即人成佛，总共有五大项。第一个呢是发菩提愿，第二个修大悲行，第三个证般若性空见。这里注意了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的性空智慧，这个是三心。这个三心呢，又修底下的八正道，所以大家注意，修菩萨道是不离于二圣法的。二圣法是一个基础，再加上大圣的三心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性空智慧之后呢，这三心具足了以后，眼土熟身力量非常强大。他具足这三心，修六度四摄，庄严净土、庄严佛国土，广利无量的苦难众生。好，第一个呢，菩提愿，他说，如果以八正道来讲，从正见而正思维，有正确的目标。伟大的目标，伟大的理想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修大悲行去实践，从正思维到正精进，然后呢，正般若性空的智慧。那这个呢，也可以说是什么呢？也可以说是般若道，一三心修六度，也修什么呢？修八正道，正般若的智慧，这个是共三圣的。除了共三圣的智慧，它还有三心的这样的内容。那这里呢，也可以说般若将入毕竟空，那般若将出毕竟空。般若将入毕竟空呢，是觉诸细论，断诸烦恼。般若将出毕竟空，眼土熟身，庄严佛土，利益众生。所以这里呢，从正般若的性空见呢，是从正精进一直到正念。因为我们要证到般若，一定要止观相应，要有这个正念，要有正定的具足，止观相应。除了止观相应，因为它还有三心，这边能够证到涅槃的能力而不证涅槃，学空而不证，那因为它有无所得的性空智慧，所以它这边修学三心哦，然后修学什么呢？八正道，然后修学什么呢？六度，一三心修六度，这一个是般若道。
然后再进修什么呢？进修眼土熟身，庄严佛净土，利益广大的三众生。他在一三心修六度。好，一三心修六度，一六度圆满三心，就去入于极人成佛。这个极人成佛呢，是自利利他的圆满，也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圆满。除了无贪无嗔无痴，它里面蕴含着三心。那这个也是什么呢？依法依世间依智的德行的完成。这个依法依世间依智的德行的这个道德是什么呢？就是智真上、事真上跟法真上，也就是菩萨行的志向是伟大的，菩萨行的方便它能够利益众生的，菩萨行的善巧它能够学空不证，不证入涅槃。所以智真上、事真上、法真上的德行的圆满，他的意志的圆满，他的情感的圆满，他的理智的圆满。那这个菩萨行的修学历程，我们也可以看，可以看到旁边这边可以归纳成二道五菩提的修学。那这个二道五菩提呢，它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般若道跟方便道。那般若道刚才提到这边，这三组是一样的。这个般若道呢，它在五个菩提当中，五菩提是发心菩提、福心菩提、明心菩提、出道菩提跟究竟菩提。发心菩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菩萨初发心，菩萨初发心，自为得度先度他，这一个是发菩提愿。发什么菩提愿呢？上求无上佛道，我要下化无量的众生的菩提愿，这一个叫做五菩提的发心菩提。修慈悲行，不能只有空发愿，要去实践。修慈悲行，这是福心菩提，出众的烦恼渐渐扶住。那这是福心菩提。第三个呢，般若道，正道般若无所得的性空智慧，明心菩提。这时候有慈悲有智慧的具足，进入到方便道。般若呢，刚才提到说将入毕竟空，觉诸细论，断除烦恼。那般若将出毕竟空呢，他为什么要从空出有呢？因为他要广利众生，所以呢他又开始发心了，发尽胜意乐心，要行眼土熟身事。发尽胜意乐心呢，有这样的意乐，这是明心菩提。刚才呢发心菩提是发心，福心菩提是修行，明心菩提是什么呢？正果。那这里的明心菩提呢，是发心，行眼土熟身是庄严佛土利益众生，这是出道菩提，这是修行。正究竟种子果呢，这是究竟菩提，正道无上佛陀，这是究竟了。所以五菩提当中，发心菩提、福心菩提、明心菩提、出道菩提跟究竟菩提。明心菩提呢，它是正果，也是修行啊，它是发心，也是正果啊，它是般若道的什么呢？明心菩提是般若道的什么呢？正果。它是方便道的什么呢？的发心。那我们在修这个菩提心呢，它的内容在修这个五菩提，修般若道跟方便道呢，我们都不离什么呢？都不离三心。
好，这个是修大乘法的一个次第。那这个次第的内容呢，在《华严经》也有讲到的，三期历时地，三大阿僧祇劫，经历了初地一直到十地，或是52个阶位，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、妙觉，52个阶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补充几个内容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讲到大乘的修学有二道，一个是方便道，一个是什么呢？难行道。那难行道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直修六度四摄。那方便道呢，因为有怯弱的众生，所以呢，大乘呢也说方便道。那这个方便道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的这个难行道，一方便道去入于难行道。那难行道是什么呢？难行道是正直舍方便，他是把哪一个舍掉？他舍方便道，但说什么呢？无上道。这是大圣的真精神。大圣的真精神是方便道还是难行道呢？是难行道还是方便道？难行道，这是大圣的真精神。真正的男子汉是什么呢？是难行道还是方便道？他是难行道，但是因为有怯弱的众生，你也要摄受怯弱的众生，所以呢，也要说方便道。好，难行道跟方便道，虽说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又说什么呢？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。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方便道，或是易行道。那比如说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难行道呢，就是直接路行，直接走路过去，它可能要经过很多的崎岖的道路，难行能行。易行道是什么呢？因为走路很辛苦，所以呢，就看旁边有没有船，坐船会比较容易一点，这是易行道啊。那称这个易行道，它叫做什么呢？它叫易方便，它叫殊胜的方便，更以易方便住显第一义。他说，对修大乘法有障碍者，佛说殊胜的方便。请问大家对修大乘法有没有障碍？要不要给你们一个无障碍空间？无障碍空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方便道。方便道，什么是方便道？以净乐国土、净乐色身的法门来化导。也就是说，那你就往生净土。净土是乐还是苦？是乐哦。那你在那边会得到净乐的什么呢？色身。这样好不好？安尼好啊，唔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方便道呢，是先于易钩牵，后令入佛智的法门。而且这个方便道它是什么呢？以乐得乐的法门，它跟那个难行道的苦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哦。它是以乐得乐的法门，就是我们往生净土嘛，再回度娑婆度有情嘛，在净土呢就成就佛道。所以你往生净土是乐，在得乐就在得佛道；往生净土乐，得佛道就在得一个乐，得几个乐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方便道，以方便道住显第一义。好，那根性立根者呢？他直接修
一三先修六度，挑战高难度。请问大家，你们要修男行道还是异行道？还在考虑，还在考虑，那就要设无障碍空间了哈。因为对修大乘法有障碍者，佛说殊胜的什么呢？方便道。好，不过方便道没有关系，方便道也是一个修法哈。有修总比没修好哈。那方便道是什么呢？大乘的一方便，如建佛塔、造佛像、供养、礼佛、念佛，这一些都是。那这个是在佛寺没有的啊。我们说礼佛、念佛啊，在佛寺有没有说啊？你就念佛、念我啊？啊，佛都已经在那里了，你还念佛？你直接就去修什么呢？啊，修这个解脱法了啊。那这个是佛寺所没有的，这个一方便小乘只有一部分，大乘则注意大为弘扬。好，这个一方便建佛塔、造佛像、供养、礼佛、念佛等等，这一些都一方便。请问一下，佛塔佛寺的时候有没有佛塔？当然没有佛塔，那是佛这个涅槃之后呢才建的佛塔嘛。哦，你会不会在佛寺的时候建了一个佛塔去理那个佛塔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佛呢直接叫你去修三学八正道。哦，好，这是一方便。那菩萨道他所修的呢，如果以南行道，他直接修六度跟四摄。六度跟四摄有什么差别？一个偏自，一个偏他。六度呢是自内成熟佛道的资粮，也就是你自己要成就无上佛道必须具备修行六度的资粮。六度的资粮它包含两个，一个是福德资粮，一个是智慧资粮。我们说福慧双修，解行并重，悲智双运。那这个是修六度，这是偏自的。四摄呢偏他，也就是度化众生，未成熟他有情相续，修四摄。这个六度跟四摄呢，它的修法也是怎么样呢？不离三心。前面有提到说，一三心修六度，一六度圆满生三心。那这个大乘的修法呢，略说修六度，广说修四摄，再广说修万行万恨。好，我们看看菩萨的精神。好，菩萨的精神呢，三圣同入无余涅槃，声闻缘觉菩萨都可以入涅槃，但是呢菩萨呢他不入涅槃，自发菩提心，他的精神是忘己为人，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忘己，忘了自己，想到的都是别人。好，菩萨是忘了自己，想到的都是别人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应该是不是调过来相反，想到的都是谁？自己忘掉了谁？忘掉了众生。哦，这是不是哦？哦，这就不是菩萨了。第二个菩萨的精神，益他利为悲阙，自利不由他。菩萨呢他是自利为主，自利修行这个难行道，其精神是尽其在我，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我能修多少就修多少，尽力而为。第三个菩萨的精神是任重道远，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限有量。其实菩萨呢他不会以三大阿僧祇劫为限量，他是任重道远的，他是无量阿僧祇劫利益众生。所以菩萨精神是忘己为人，他是尽其在我，他是任重道远的。我们要修学这个大乘的菩萨道呢，我们要依人而修菩萨行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佛教。这人间佛教由人修菩萨行而成佛，这有四个主题。
如果你要修人菩萨行而成佛呢，这边有四个内容我们注意一下。第一个呢，论体而心，就是由人直接修难行道，直接修菩萨行成佛。好，它是由人发菩提心修大悲行，由学菩萨行的圆满而成佛。菩萨行的圆满就是三心的圆满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的性空智慧。它的理论原则呢有三点。第一个是法与力的合一，这个法呢就是解脱法跟菩萨法，它也要有戒律为辅助，所以呢导之以法，齐之以律。这个法跟律呢它是合一的，它不是偏重的，也不是偏废的，它是合一的。有正见的法跟戒律为依据，修由人而修的菩萨这个菩萨行。第二个，缘起与性空的统一，那这一个是一个三心当中的般若的性空智慧。我们说缘起有毕竟空，但是在大乘法当中呢，缘起跟性空是统一的，它都是无自性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修人菩萨行呢的人间佛教，第三个它的理论是自律与利他的统一，它不是自利的，它是自律与利他的统一，也就是在利他当中其实也是自律，这个是没有互相违背的。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，它的理论原则法与律的合一，缘起与性空的统一，自律与利他的统一。那我们要实践人间佛教呢，第三个我们要知道时代的倾向。我们这个时代呢要重视青年，青年的时代重视青年佛教。重视青年不是说不重视老年，因为青年的佛教它是有活力的。那第二个呢是处世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不离世间，不离众生，不离世间，不离众生来净化自己。我们不能自修远离世间，远离众生，我们要不离世间，不离众生，净化自己，觉悟自己。我们在净化自己觉悟佛法的时候呢是不离众生的。好，这个是处世时代。集体时代呢，我们要以集体生活来完成自己的净化跟正法久住。那在佛寺呢都是用僧团的方式，不是呢以个人主义。好，这个是第三个时代倾向。实践人间佛教呢，第四个呢是修持的心要，它重要的就是大圣三心，信愿慈悲跟智慧。这个是修行的心要，也就是以这样的三要呢我们去实践菩萨行。好，实践人间佛教呢就有这四大要点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修学大乘法呢有它的一个戒法，还有它的一个观法。所谓戒法呢我们要这个法跟戒呢，刚才提到说法与律合一嘛，修这个菩萨法它也要跟这个律跟这个菩萨戒呢要能够相应。那菩萨修学的菩萨行，它重要的内容就是受持菩萨戒，实践菩萨戒的内容。菩萨戒的内容它有三个，别解脱戒，别解脱，这个是执二戒。别解脱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。别解脱戒呢是执二戒，
色善法界呢是行善界，持恶行善利他，这个利他是什么呢？饶益有情界，别解脱界，色善法界，饶益有情界，持恶界，行善界，利他界。那这个别解脱界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戒经。那目前呢，在北传的菩萨戒里面呢，大体上有三部。第一部呢，优婆塞戒经；第二部梵网经；第三部呢，瑜伽菩萨戒。好，这个是讲到了菩萨戒的内容，止恶、行善、利他，而且这个内容是止一切恶、行一切善、利益一切众生，才是真正的菩萨戒。利他、利益一切众生，是利益一切的一切哦。可不可以说啊？因为那个人跟我结下梁子，所以呢，除了他以外，我要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是不可以，这样就不是菩萨，就不是真正的菩萨。所以，菩萨的心量是广大的。那菩萨戒，另外呢，在大乘的修法里面呢，观法也是很重要。这个观法呢，就是要断除烦恼。我们的烦恼有两类，对内无蕴身心的执着叫我执，我以外的法呢的执着叫法执。那大乘的这一个观法呢，是一切无自性的圣意观，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观法。那第一个呢，刚才提到说我们内而有我执，要修什么呢？我空。我们只有一个实我，只有一个有我。那修我空观，我空观呢用五求门用五个观法呢来观察无我。第一个呢，我不即是运。我是一，是常，是恒。运呢是无常的，无运是无常的，它是生灭的。所以第一个呢，观我不即是运，那这个是叫做即运即我。第二个呢，非离运有我。我们执着有一个我呢，是即这个无运，执着有一个实我。第二个呢，是离开无运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我。这一个呢是离运即我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观察非离无运以外还有一个我。第三个呢，五运非属于我。五运呢，它是生灭的，我呢是常一，所以这两个呢，它也是不相属的。第四个呢，五运不在我中。好，无蕴是小的，我是什么呢？大的。那我不在无蕴中，我也不在无蕴当中。好，那这五个观法呢，都是在破除有一个实我的一个执着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我空观。那除了对我会产生执着以外，我们对我以外的法呢，也会产生有实法这样的一个执着，所以我们就修法空观。那这样的观法呢，它叫做观四门不生。法的生呢，它非自生，也非他生，也非自他合合的共生。这个呢是比较偏向于有因缘生。这个法如果有自生的话，它就是有一个实在的法，所以它才可以自生。世间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法的存在呢？没有的，所以呢不自生。那也没有一个他法它可以升起的实在的他法，
世间的法都是生灭的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缘起的。我们要在缘起当中呢，体悟到它的缘起无自性，诸法毕竟空。所以前面才会提到说，缘起跟性空的统一，自利跟利他的一个统一，非无因生。好，当然无因缘而生，这也是错的。好，我们要受持大圣的戒法，菩萨戒，我们要有大圣的观法，无自性的正义观，破除我执跟法执。我们这节课呢，是大圣佛法的核心思想跟修法，那内容非常的深广。那我们在后面会有两次课，再介绍两个重要的修法。第一个呢是大圣三心，第二个呢是大圣三系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们回向，大家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普及于一切众生与我等，众生与我等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非常感谢大家。